语文老师让我告诉你，你的作文写的实在太棒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只是错别字有点多啊。比如说，熊猫写成了能猫，鱼上钩了写成鱼上钓了，我到大街上扫雪写成了我到大街上扫雷。你是真勇敢呐、啊！行，最离奇的就是这个啊，大吃一惊写成了大吃一惊，没撑的呀。下次别那么粗心了啊。小喇叭，最近你的表现好极了。谢谢老师。但是据我观察，你怎么能用上课的时间来刷微博呢？没有。9:30，这就是证据。可烦呐、啊，可烦啊！怎么着？听说你的数学作业本又丢了？老师，这回是真的。我背着书包赶校车，结果一不小心把书包掉了，哗，一叠作业本全掉出来了。我为了赶校车呀，我胡乱那么一塞，到了学校才发现，我数学作业本丢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的数学作业本找不回来了？是的。那也没人能够证明你的数学作业本丢了。对，当时没有人。可兰啊，你在说谎。啊，没有老师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还在狡辩，这儿就是证据。啊，这是证据，这是什么？这儿。哦，你的眼睛泄露了你的秘密。啊，我通过你的眼睛，我知道你在撒谎。我没有啊，老师。好了，可凡，这不是第一次，明天让你的家长过来找我。啊，找家长啊。嗯，干嘛？这么小的眼睛都藏不住秘密，真是。可凡，我非常理解你啊，真的。大力，在这种时候就你理解我呀。没错，不过可凡，咱们这个作业本这个事儿啊，太低级了。为什么？下次编的有创意一点，有创意一点，好吧？啊，编的。哎，大力，我说的是实话呀。哎，我的眼睛难道真的有什么问题吗？嘿，我这眼睛能有
什么问题啊？啊，多么纯情，多么无辜啊！我怎么就那么冤呢？我啊！要我说，你一点都不冤。嘿，我还不冤，我都快冤死了。谁叫你以前老说谎？这叫什么？这就叫自作自受。嘿，你个小品，你到底查了没有啊？就那么多话。查到了啊！心理学家发现啊，当大脑回忆真实的情况时，眼睛先会向上看，然后再向左转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看，如果在说谎的时候，人的眼睛会先向下看，然后再往右看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难道是我的眼睛转错了方向？我来试一试。试什么呀？是测谎实验。什么测谎实验呀？就是我来提问题，你来回答，根据你的眼神震动的方向来判断你是不是在说谎。什么破测试？我听着就紧张，我不测。你害怕了？谁怕了？我不怕。试试，测，给。请听题。请问。请问你是不是真的丢了数学作业本？我可以120分的肯定，是。这句好像也没说谎，要不然我为什么喊冤呢？真是的，冤死我了！现在你也相信我了吧？啊，弟弟。不行，这些已经不灵了，还得再测。还测呀？请问，你是不是经常趁可乐不在家偷吃他的巧克力呢？巧克力。没有。啊，不对，行了，我才不想跟你进行这么无聊的游戏。你明明就是在撒谎。没有。你还不承认？哎呦，我说弟弟，现在根本就不是讨论什么巧克力不巧克力的问题，咱们现在讨论的是眼睛啊。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撒谎，你真让我生气，我为什么还要帮你？你好好想想吧，你。哼，你这个小屁孩还生气了？我这，是，难道我这眼睛真的有问题吗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不知道不玩了，不知道认输了，不知道又输了，笑一笑4-0，笑一笑最棒，牙牙也更棒。看谁先眨眼！哼，你们都多大了，还玩这么幼稚的游戏？要不可凡也来试试？我呀，还是算了吧。现在最好别跟我提眼睛的事，我正因为这事发愁呢。哎，这事我一定要跟你们讲。这事是这样的。知道了吧？啊？哎呀，你说我的眼睛就这么让人不可以信任吗？是根据一个人的眼睛来判断一个人长须与否，这确实不科学。是啊，上校，你得帮帮我呀，我太委屈了。可凡哭得太伤心了，不知道多心疼可凡了。笑一笑，快帮帮可凡。可凡再继续这样哭下去，眼睛会越哭越小的。笑一笑在干嘛？笑一笑要干什么？笑一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配方，用诚实的眼泪可以制造出一种神秘的药水，把这种药水滴入眼睛里啊，这是一种信任药水哦。将这种药水滴入眼睛里，自然就会消除别人的误会。也就是说，再也没有人不相信我了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。哇，叶小叶小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是你拯救了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再见。哎，可凡。哦，伟大的国王。笑一笑，怎么了？
小一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会怎么样？如果用了药水的人说了谎，魔力就会消失，用药水的人也会受到惩罚。啊！报告，进来。柯老师好。可凡，嗯，怎么就你一个人过来？姑姑呢？哦，您说我姑姑啊，我没让她过来。没来？哎，柯老师，昨天的事儿啊，您真的是误解我了。我不想听你编造的任何理由。哎，柯老师，您听我说呀，我的数学作业本确确实实是丢了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。可凡啊。你是不是在编造一个新的理由啊？柯老师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当时我在追校车，结果书包掉了，作业撒了一地，我的数学作业就丢了。可凡，你没有说谎，是老师错怪了你。可凡没有说谎，是我错怪了可凡。柯老师，可凡，我发现你其实是一个特别诚实的孩子，你的眼睛是那么的清澈透明，是那么的天真无邪。是吗？哦耶！过关了？那当然了。他居然相信了你？当然了。哎，说，你是怎么混过去的？哎，什么叫混？我那是实话实说，知道吗？而且，柯老师不仅相信了我，他还检讨了他自己啊。嗯，他是这样说的：可凡啊，柯老师发现你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，柯老师发现可凡的眼神是那么的纯洁，那么的天真无邪，他向你做了检讨。那当然了，难道你不信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哥平常我还真不信。我今天我怎么觉得这感觉就有点不一样，对吧？哎，可凡，嗯，难道你也不行？我好像今天也对你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对吧？嗯，哎，啊，其实啊，柯老师还不光说了这个，柯老师还跟我透露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什么秘密？什么秘密？不过不管怎么说，柯老师还真的挺可怜的。是啊。说好了啊，这个秘密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一定，绝对，我别是你小喇叭，一定不能说出去啊！还有，不要去问柯老师，千万不要去问，因为我跟柯老师保证了，不能要说出他的秘密。你放心吧。嗯。上课。哎，我走，上课。哦，这药水可真灵啊！呀，笑一笑真的猜对了，可凡真的在利用杏仁药水在这编造瞎话。可凡说了谎话，杏仁药水的魔力就消失了。嗯，而且说谎的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。惩罚？会是什么样的惩罚？笑一笑其实也想知道。哦，老师是色盲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嘘，小声点，这是个秘密，你千万别告诉别人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柯老师他听过了。谁告诉你的？还能有谁啊？小喇叭呗。哎，不过啊，这是个秘密，你别告诉别人。我撤了。哎，对。
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市里有了小喇叭，连外国总统都知道秘密了。你说说，哎。哦，四老师好，四老师好，哎，你们好，坐，哎，我坐这儿啊。哎，刚才全校同学都传一个秘密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？跟我分享一下。没什么秘密，哪有秘密？你们这些孩子就爱传一些所谓的秘密，可是就是不愿意跟老师一起来分享。其实老师也有好奇心的。可是老师，您要是有什么秘密，也能告诉我们吗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可是老师能有什么秘密呢？尽管有秘密，嘿，你们这些同学也不会感兴趣的。柯老师，那红的是西红柿，紫的是茄子。红的西红柿，紫的茄子啊，对，能有什么问题吗？柯老师，没有色彩的生活一定很痛苦。其实，哎呀，其实您应该早告诉我们。没有色彩的生活，哎，柯老师您就别隐瞒您是色盲了，我们都可以理解您。以前我去体检的时候，医生也怀疑我是色盲。谁说的？大力。柯凡啊，柯凡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？着什么急？柯老师好。可凡呢、啊、我有件事情想亲自的向你请教一下。哦，您说。我确实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变成了色盲。啊，小喇叭你大嘴巴。你还怪小喇叭，我们都被你害惨了。可说是呢。都怪我鬼迷心窍，竟然相信了你的话。柯老师，我跟同学开了个玩笑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没有恶意，您相信我。你说话的时候都不敢看我的眼睛，让我怎么相信你？眼睛啊，对了，柯老师，您这个问题啊就出在眼睛上面了。眼睛，你又想说什么，可烦？哎，柯老师，您真得信我，我没有说谎，我其实啊就是想测试一下那个信任药水。信任药水啊？对，它其实就是一种魔法药水。魔法药水？嗨，这药怪啊都得怪那个精灵笑一笑，他做出来的。笑一笑？继续啊，继续往下编啊！对，刚才说到精灵，来，继续往下说。没有说的，可烦了，可烦。我居然之前还相信你的话，说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。对了，作业本的事儿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作业本的事儿那是真的，老师。嗨，你看我都说什么呢？什么作业本啊，小精灵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你们千万别信我说的话啊，千万别信，我们逗你们玩呢。小精灵，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。够了，可凡，又开始在这装疯卖傻是吗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明天让你的家长来一趟，我要跟你的姑姑好好谈一谈。走了。哎，大力，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吧？对吧？可说是呢。啊，谢谢啊，千万别相信我，什么小精灵没有，洋洋，小喇叭，来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们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吧？我们觉得你烧得不轻。对，我发烧了，我乱说的啊，千万别相信我，千万不要相信我呀。可凡差点泄露了小精灵的秘密。可凡疯了吗？看到了吧，这就是惩罚。唉，以后再也没有人相信可凡了，可怜的可凡。可凡，你说说你，又撒谎，还差点泄露了小精灵的秘密。是我不对，我错了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还有你，小小，你为什么又给我哥他信任药水呢？哼，笑一笑，知道错了。笑一笑是不想大家误会可凡。其实不赖小一笑，是我不对，
我错了。现在呀，全校都知道了，我有一个爱撒谎的哥哥，而且还疯了。朋友们，可凡是为了保住小精灵的秘密，赶快帮可凡想想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不知道，这次想个办法。啊啊！想啊！这个，不知道不许秒睡。啊，没有，这个。啊啊！不知道想到了一个绝密的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让笑一笑再给可凡用一次新鲜药水啊。啊，不，我可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对呀，可凡可以再用一次新人药水，然后真诚的向大家道歉，也许还有机会啊。这个办法好，用真诚去化解误会。这能行吗？能行啊。不过可凡，这次再使用新人药水，不可以再捉弄大家了。我保证，我保证。你能保证吗？啊，能啊。哦，我一定保证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发誓。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可凡同学，嗯，你是不是经常偷吃可乐同学的巧克力呢？啊？这怎么又是巧克力呀？不